哎，小英啊，哎，当这个一瞬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吓死人了，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感情往往是不可收拾，还蛮吓人的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来自于霞光四射队的编号九林凤珠，就要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突然想爱你》。想爱到像狂